个黑女孩是你摆进去的？是的，是的，特地她经过了，她非常想进去，非常想跟大家一起拍。我说，哎，那来吧。所以你看，她的线条也是特别美。是是是。对，这些都是葡萄牙，葡萄牙。即葡中摄影协会成立仪式，今天的展览和成立仪式得以顺利举行，首先要感谢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作为我们协会最坚强的后盾，共同参与支持我们协会主办的首届中葡摄影展。